家好，我是 MKW 御用解说小姐们，现在为大家带来的是 MKW 在韩国 PWS 联盟的比赛。现在站在擂台上的是来自于天津的小将李俊彦，相信 MKW 的观众对他来说并不陌生，因为他曾经多次出现在 MKW 擂台之上。现在出场的是 MKW 现任世界冠军 Michael Su 杰作。作为 MKW 的现任王者，他曾经五度捍卫了自己的腰带。他作为冠军来说，当然是实至名归、当之无愧的。Michael Su 在许多的比赛中都有很多亮眼的表现，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MKW 摔角王国，还有 B 站账号看一下。这场比赛呢是一场一对一的单打赛，也是一场冠军争夺赛。如果李俊彦他能赢了 Michael Su 的话呢，那么他就是新一任的 MKW 世界冠军。让我们来期待这一场李俊彦对阵杰作 Michael Su 的比赛吧。裁判开始身体检查。好的，比赛开始。杰作对阵李俊彦。李俊彦虽然说年纪轻轻，但是他的摔角经验可是非常的老道。他受训于加拿大的 Battle Arts 战斗艺术。但是 Michael Su 他也是在洛杉矶的 NJPW 道场受过训的人。两个人的实力都是非常的强劲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好像是杰作略微占上风一点。哦，可是无论杰作他怎么的牵制住李俊彦，最终都会被李俊彦给破招。双方开始互拼锁技地板技。李俊彦刚刚想锁住麦克素，但是没有成功。两个人挣脱开来试探对方。哎，麦克苏这是在向李俊彦握手时，哎，并不是，他踢向李俊彦的腹部，然后锁住李俊彦头，顺势撞倒。借助跑神的力量 arm drag， 接着再次将李俊彦撞倒。李俊彦以 drop kick 踢倒了 Michael Su。 好，切入压制，但是一秒就被弹开。毕竟是 MKW 的现任王者，怎么可能会被区区一记 drop kick 而压制呢？双方开始互拼肘击。哇，麦克苏将肘击切换至手刀，第二下，哇，这个声音是非常之响亮啊！麦克苏迷惑住了李俊彦，李俊彦以为他要攻击他的上半身，其实麦克苏他顺势将其绊倒，真的是出其不意。这一下他又瞄准了李俊彦的大腿根部进行攻击。哦，切入压制吗？并不。
难道又要开始手刀了吗？哦，第三下手刀，大家可以看到李俊彦的胸口已经红通一片了。第四下，再来吗？哇，他直接开始攻击了李俊彦的腿部，就像他刚刚做的一样，他想要对李俊彦的腿部造成重创。这样子来说的话，他是很容易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的。因为摔跤手们只有如果有一个地方伸展不利的话，那对他们的整个战局都是不利的。切入压制，两秒。看来这一系列的动作确确实实的对李俊彦的膝盖和腿部造成了伤害。麦克苏还继续着，哇，这下李俊彦他得抓住鞭绳才能挣脱这个动作呀。他正在努力的奔向鞭绳，他能否抓住呢？好的，李俊彦抓住了鞭绳，麦克苏必须松手。又是肘击，李俊彦回击，麦克苏再来一个，李俊彦回击，回击，又是从肘击切换到了手刀。嚯，李俊彦飞身一踩，直接踩在了麦克苏的胸口。这下让麦克苏尝到了一点苦头，自己也可以稍作休息。但是麦克苏并没有给他机会，李俊彦将其撞倒，又捡到腿，甩翻了麦克苏，盐水掌踢，直接将麦克苏踢翻，切入压制，两秒，还是两秒的时候，麦克苏弹开压制。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，作为现任的 MKW 世界冠军是不会那么容易被压制的。李俊彦他必须得使出全力对抗麦克苏才能看到一点胜算吗？麦克苏紧随其上，已经盐水斩，自己去跑神，雷霆重击，切入压制，还是两秒，差一点就可以将李俊彦压制赢得这场比赛了。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，李俊彦他的实力，他的摔跤经验是非常的老道的。麦克苏将他举起一记吊车翻摔，然后是 close in。这下能将其带走吗？哦，还是两秒。麦克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总是在第二秒的时候挣脱，这让麦克苏极其的不爽。他要使出全力去对抗李俊彦。又是肘击。其实这样子的肘击是很容易把人的头脑打昏的，我好像都有点晕头转向，但是 Michael Zhu 他已经盐水斩，李俊彦还没有倒下，哦，双方都给对方来了一记金刚臂，两个人都打翻在了擂台上，现在看谁先站起来呢？还是麦克苏他率先站起来。现在观众都在数秒。好的，双方都站起来了。
李俊彦一个技巧性压制，好，两秒，紧追其上一记 super kick， 踢晕了 Michael Su， 切入压制，哇，还是两秒，真的太不容易了。现场观众直呼过瘾，毕竟这是一场王者对决。李俊彦站上了角柱，哦，一个450 splash 没有成功，被 Michael Su 躲开，杰作已经 super kick，他使出了他的终结技吗？哇、哦！切入压制，三秒！恭喜杰作赢得这次比赛，成功的捍卫了自己的 MKW 世界冠军。